我老公，我是王红霞。我老公从17号的下午6点钟从海珠区出发，到这个白云区这中罗塘这边野战基地来隔离。6点钟到的，到晚上1点钟就出事了。有人说他是跳楼，我说是。有人把他从4楼上给推下去了。他有什么理由跳楼呢？我家一个小孩，又没有房贷，又没有车贷，哪里需要跳楼？我想不明白，所以希望有关部门能给我一个说法。希望大家能帮我转出去，求转求转，谢谢大家。抖音。